清明节准备来到，各地陆续出现了扫墓的人潮。为了要降低民众扫墓的时阵无设立引起的火灾案件，嘉义区公所伫清明之前，甲消防队合作进行了防火的宣导，呼吁民众共同注意防灾，维护扫墓的安全。过过几天，就是一年一摆的清明扫墓。嘉义区公所为了要降低民众扫墓时无设立引起的火灾案件，特别伫清明之前，甲消防队合作进行防火宣导。提醒民众要注意的所在。阮嘉义公所为着咱这清明的这火、迄个公墓的火灾吼，阮做今年有这一特殊的迄个，阮来做一个宣导啦吼。啊，阮有含迄个消防队来合作吼，阮会叫消防车来做附近的做一个防范啦吼。啊，而且哦，咱今年咱消防队吼，嘛有迄个款提供的无人机啊，诶，空拍的监控吼，然后对。公墓若有发生火灾，阮会随时做第一时间的知影吼。啊，阮今年阮公墓的附每年阮公墓吼，拢总有九个嘛吼。啊，阮有九个公墓，阮会提供金桶，予民众来烧，防止讲吼，迄个阮在火伊在烧金纸的时阵，若会闹引起的火灾啦吼。为了要确保安全，即处除了消防队安排无人机的监控，公所伫每一个公墓拢会放大水桶甲水袋。也会在重点区域放金桶，提供民众烧金纸，也安排工作人员使用喷雾器，随时协助，让民众会当安心祭祖。阮边仔遐搭有水箱，会提供装水，后下来民众来，迄个阮若万不然，若咧迄个阮在煮草啦，要爱烧金纸需要讲哦防火的时阵，哦，阮这个纸袋会当来提供，啊水拢会随行来补充啊。阮拢有驻点人员啦吼，阮若发生若发现种闹声。火烧的后，再较无拄好的时，阮的水，阮随过来做一个，迄个阮来拍火的动作，哦，防止的火了火烧。嘉义区总共九个公墓，对现在开始，每礼拜六、拜日拢会有驻点人员，公所会呼吁民众，唔通伫草地烧纸钱，离开的时阵也要确实检查，共同维护扫墓安全。记者沈梦莹，嘉义区采访报道。